朕，给侄郡王请安。这么晚了，大师收拾行装，准备去哪儿啊？这贫道，太子近日口吐鲜血，昏迷不醒，你作何解释？王爷息怒，或许是药粉的剂量无意中放多了，容我再做做法，让他醒来。你有几颗脑袋够本王杀？啊！ 我再三叮嘱，再三叮嘱，让其疯癫即可。我告诉你，若是我二弟性命有何不妥，我定将你千刀万剐。是。铃铃铃铃铃铃，太上老君快显灵！铃铃铃铃，太上老君。 皇上，儿臣在见皇阿玛。你在做什么？皇阿玛，儿臣，儿臣今日来，噩梦连连，所以请来大师，帮儿臣做法驱邪。做法驱邪？怎么如此慌慌张张啊？认什么？看一下。你说你为什么要害我家人？你别血口喷人，我何时伤你家人？ 我帮你达成目的，你却过河拆桥，你简直放肆！在圣驾面前，焉容尔等造次？皇上，就是他指使奴才谋害太子的。皇上冤枉啊！小人并不认识此人，又何时找其下毒？又何曾暗杀其家人？皇上明察。皇上明说，在。这就是你毒害二阿哥的证据。 这种五重蛊毒散，服食过量以后，7天之内就会毒发身亡。抬起头来看看，这是什么？嗯，看清楚了吗？有什么想说的吗？嗯，还有这个，这是什么？ 一个蒙面女子找到小人，拿着执郡王的画像，说执郡王到处在找人做眼阵之法，小人被金钱所迷惑，冒充大仙接近执郡王，想从执郡王这儿骗点钱。说说毒药的事，说。
小人告知王爷，演阵之术需耗时。 中只有他，才有资格做太子之位。听见了吗？啊，这些话是不是你说的呀？话吗？儿臣在皇兄的房间中，发现一件龙袍。龙袍都做了。龙袍。啊，若是说梦魇之术是有人害你。 那这龙袍是怎么回事？啊，朕还没死呢！花妈，花妈儿臣死了，儿臣已死了，儿臣以尸鬼迷心抢花妈，请你放过儿臣吧。一桩桩一件件，你让朕怎么饶恕你？传旨旨意，这郡王胤氏大逆不道，谋害亲弟，豪夺爵位，择日赐死。 皇上三思啊！花妈，海恩呐，海恩呐！花妈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皇兄他只是被权力蒙住了双眼。请花妈开恩呐！朕开眼睛好好看看，他们都在为你求情。朕曾经无数次不想想象这事是你干的，朕对你期许的太多，朕如此的器重你，你却如此的伤朕的心。 从即日起，执郡王胤氏，豪夺爵位，圈入宗人府，有事不得卖出。谢皇，花妈。 儿臣求你，准许儿臣日后可以再见额娘，花妈。胤氏之前屡屡犯错，花妈只是诸多不仁。胤氏是你的儿子，儿臣也是。你有额娘。 皇上起驾！听说惠妃娘娘
还跪在乾清宫门口替大阿哥求情呢。没用，皇阿玛不会原谅他的。胤禛啊，能把此事做得滴水不漏，额娘真为你高兴。额娘过奖了。嗯，可如今胤氏被圈禁，这太子之位迟早是胤仍的。这太子之位迟早是他的，但是皇位未必是他的。苏培盛，臣纳兰明珠参见惠妃娘娘。哥哥就不必多礼了，起来吧。谢娘娘。二十年了，现如今大阿哥被圈禁了，哥哥还有这闲情逸致在这里诗词歌赋啊。哎，大阿哥是我的亲外甥，我是他的亲舅舅，他被圈禁起来，我这个当舅舅的怎能不着急？可圣意难违呀，即使我现在向皇上求情，恐怕也无济于事。妹妹，我要告诉你的是，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不要被此事所叨扰，以免殃及祸身，危及我纳兰家族的名声。嗯，说来说去，哥哥还是为了纳兰家族的名声。妹妹怕是忘了吧，我纳兰家的荣耀也关乎着你在宫中的地位。我纳兰家越壮大，你在皇上面前就越得宠，希望妹妹能考虑周全。既然哥哥不愿意帮忙，那妹妹就告辞了，回宫。恭送惠妃娘娘。万福，儿臣参见母妃。快快请起。是。胤嗣，你怎么这么晚到我这来呀？啊，白天有事耽搁了，所以只有晚上来给您请安。母妃还在为大哥的事忧心吗？你大哥被圈禁，母妃我现在在宫里也没有什么人可以依靠，我怎能不忧心呢？母妃，您还有我，儿臣从小和大哥一起在您的膝下长大，您对我就像对亲儿子一般好。如今大哥被圈禁，从今往后我一定像大哥那样照顾你，孝顺你。母妃有你这句话就满足了。母妃，夜深了，儿臣扶母妃回去歇息。如今太子之位空悬多日，众卿有何看法啊？
皇上，微臣以为八哥素来博雅，在江南文人中亦有极佳的口碑，是皇太子的不二人选。皇上，成亲王在代理太子事务时，才德兼备，恩威并施，大有作为。若能立为太子，定将辅佐皇上治理好国家。严太傅有何想法？说说看。启禀皇上，微臣以为太子在位期间按章办事，均无差错，被废也是受奸人所害，臣以为应重新复立太子。皇上，奴才以为应当重新复立太子。恳请皇上复立太子。朕已得知太子是被燕朕所害，才一反常态，宣为越矩。如今呢，大哥应试已被朕圈禁，待应人康复以后，择日告其天地宗庙社稷，举行复立大典。啊，对了，今日以后太子被废一事不要再提。臣遵旨。退朝。恭送皇上。朝堂之事我们不便妄加非议。三哥，八哥，大哥，你们在聊什么呢？不知皇阿玛将我们召集到此，所谓何事？你没听说吗？皇阿玛今日朝堂询问众大臣关于太子之位人选一事，结果如何？有些大臣支持三哥，有些支持八弟，还有人支持二哥。皇阿玛最后还是决定复立二哥为太子。我想皇阿玛召我们至此，定是为了告知我们此事。二哥是被陷害的。既然事情已经查清楚了，二哥理应复位。奴才见过各位阿哥。皇上今儿个有要事要处理，怕是不能过来了。各位阿哥回了吧。三哥，我们大家伙散了吧。萨克大师，别来无恙。我在这里等您很久了。等我？这世间所有的东西都是写好的，例如此刻你我和这杯茶都是写好的。居士此次前来寺院祈愿，是否与太子复立有关？大师有何见解？九重三殿无亲友，此生爱恨皆已逝，请大师明示。天地之大德曰生，世人之大恶曰杀生，这最后一点福根就留给居士吧。枫叶欲残，看欲好，梅花未动，亦闲香。你无不无聊。我是谁？除了你还有谁啊？说说名字。你是太子。嘿，
你身体刚刚好，又刚复位，不好好修身养性，跑我这儿来干嘛？你还说，自我复位以来，你都没有来看过我。我想你，所以我才来看你。不知道我被废之时，你答应的事还变不变啊？那当时是因为你被废了吗？如今当然不一样了。隐人，我从未变过。再说一遍。我从未变过。我就知道。凡治国之道，必先富民，民富则易治也，民贫则难治也，昔已知其然也。民富则安乡重家，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，敬上畏罪则易治也。民贫则危乡轻家，危乡轻家则敢陵上犯禁，敢陵上犯禁则难治也。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，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，然后治之。启禀皇阿玛，刚才您欣赏的这支舞蹈是来自江苏的草莓之乡毛围的草莓采摘舞，其寓意就像这红红火火的草莓一样，在这除夕之夜，祝皇阿玛身体健康，国泰永安。好，皇上，这就是江苏毛围进贡来的贡果草莓，说是此果味甘性美，肉厚多汁，常食此果可以延年益寿啊。香甜可口。哎，都尝尝，都尝尝。小姐，它真甜。是挺甜的，苏北生。太好吃了。谢四阿哥。
景寺啊，可有不满？不，花马天恩，儿臣感激涕零。只是儿臣想让华马为儿臣赐婚。哟，你可是看上了哪家姑娘了？她叫姚君，是个宫女。一个宫女。青石粉黛一人渐渐变有人，安妮无声一色拂过了清晨。幽怨吹敲宫门，谁人默默体温爱过一抹红尘。花舞成蝶，轻摆凋零我自认，地宫无非错对在梦里失魂。只惜怎怪年轮独留一身，心恨自多几分。一路人生独守难敌世人，扪心自问你爱我有几分。如若一生却终究白发，掩盖青丝辜负了眼神。怨天尤人无奈心深，去留一道红痕。宫廷幽深，绝口不提悔恨。虚度青春，看流年回响，水尽风轻，当时的我们一笑倾城。轻摆凋零我自认，地宫无非错对在梦里失魂。只惜怎怪年轮独留一身，情恨自多几分。一无人身俯首难敌世人，扪心自问你爱我有几分。如若一生却终究白发，掩盖青丝辜负了眼神。怨天尤人无奈心深，去留一道空门。宫廷幽深，绝口不提悔恨。虚度青春，看流年回响，水尽风轻，当时的我们一笑倾城。一目人生俯首难敌世人，扪心自问你爱我有几分。如若一生却终究白发，掩盖青丝辜负了眼神。怨天尤人无奈心深，去留一道空门。宫廷幽深，绝口不提悔恨。虚度青春，看流年回响，水尽风轻，是的，我们一笑倾城。